然这一场赢的是开心，不过就是对前几场表现感到失望，对，就是对自己的表现也感到失望，就是就每个人我觉得都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然后就可能打没有平常的那种感觉。就我们团练在检讨的时候吧，尤其是到这种集训的时间，对，就是大家可能会为了一些事情争吵这样，对。跟我们牛排跟我们说，就是因为我们就只有赢有机会进嘛，然后输的话就没有机会，就是叫大家放开来打这样，对，不要担心太多。嗯，我觉得那边应该算是就是我们在那时候是优势，然后我们决定打鱼池，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决定要怎么开战，对，就是所以我们一开始开战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各做各的事，就我觉得就是输了比赛，通常我们都打蛮差的，对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。在我们确定没有进之后，其实就是大家都很失望，然后在训练室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，对，所以在打 W 那场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话我觉得都比。相比打那个 MSF 的话来的少，然后但是到打 TSM 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队经理就跟我们说，就珍惜现在，因为明年你队友是谁可能也不确定，然后就叫我们珍惜现在，然后大家就拼全力去打最后一场。国际赛很少，所以也你们就是可能平常也不会看 MS， 对，所以就是这些赛的时候就是有谢谢你们帮我们加油，对。